美女。喂，爸，我哥怎么样了？医生说颈椎移位，右腿骨折。还要看手术后才知道详情况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你哥身体素质好，不要担心啊。伙计，看外面那辆车了吗？给我换一250匹马力的发动机。违法的，不换。关你什么事儿？我给你加钱。加钱也不换。行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想清楚了，给我打电话。红哥，怎么又输了？今天那娘们够狠的，我都开到180迈了，没想到来辆破车，不然我准能赢的。活该！都怪我，弯道想超车，才造成这种结果。不要再说了，事情已经发生了。现在大家要想想，我们今后怎么做。通过选拔，进入决赛的8个队中，其中雷霆队的实力是最强的，我们就应该想想办法怎么去应付他们。大炮，校队的情况暂时不要说出去，这样会影响车友队对我们队的情绪。排位赛，我们尽量跑到前面。决赛的时候，我们才能掌握主动权。现在有8个车队进入决赛，其中我们的主要对手就是暴风队号称车神的肖雷。你要利用你的弯道优势，到比赛的时候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放心吧，关老板。肖雷的最好成绩不过是1分20秒8，现在没有谁能超过我。
不能大意啊，他毕竟是车神。这次我要踢他屁股，把他赶出赛道。 小倩，主任找你。好，主任，您找我。行啊，我发现你很会出风头啊，市纪都见报了。主任，市新闻组最近一直在跟踪报道，飙车族对城市交通所造成的危害情况。 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爸和我是老交情了，当初你进飞行培训班，你爸求着我，你知道我顶着多大的压力吗？主任，行了，不必再说了，回去反省反省自己。走吧，走吧。 小仙的车感不比职业选手差，我们真的可以让他试试。女人的速度、爆发力还有承受能力，远远超不过男人。你帮我算算，历届大赛中有哪个女选手拿到过名次？爸，这次要是失利，咱们车队肯定会解散的。唉，如果要承受这个结果，我也没办法。 对不起，都怪我不好，我不小心。你呀你呀，人人都把你当成车神，你承受压力不比我轻。那您说，现在怎么办？我想有个人会帮到我们。谁？刀锋战士。刀锋战士。很多年前，我和他父亲。 在赛道上比赛过，我赢得很侥幸，讲句老实话，知道的技术他远超过我，但一到弯道，哼，他就出问题。他有个儿子，对车的认识悟性很高，几年前赛车界已经给他个名堂叫刀锋战士。我想，他会帮到我们。前天我打听到。 在东风路有个叫七仔会所的，有个叫亮亮的，和他混得很熟。我找亮亮，请在那儿稍等一下。
呦，美女儿！哎呀，这好久没有美女找我了，不知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知道刀锋战士吗？你找他干什么？我想请他加入暴风队。加入暴风队？暴风队不是有车神萧雷吗？实话告诉你吧，车神萧雷受伤了，我们现在想找到刀锋战士，也许他会成为新的车神。你想找刀锋战士成为新的车神？美女，你这儿没问题吧？刀锋战士永远不可能成为新的车神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他就不是合适的人选。等等，我希望你能帮我。啊，这个忙我真心帮。我是不是变成废人了？哥，你怎么能那么想呢？你要相信你自己，不是那么容易被击倒的人。嗯，你帮我找个人，是刀锋战士。你怎么知道？他到底有什么好啊？只有他才能挽救整场赛事。哥，你确定他是你想的那样吗？事在人为。小白啊，你看今天这个场子我是特意给你选的啊。啊，我就知道你喜欢那口啊！来，我给你喝一个。今天一定要尽兴啊，喝好。谢谢。嗯。哎，我听说这萧磊啊，在训练场怎么出了事故，负了重伤，啊，这后边的比赛估计他也参加不了了吧？就算萧磊不受伤，他们的结果都一样。你这帮人呀，参加这种全国性的大赛，他顶不住。老白啊，你把钱撤了，啊，让他们回家算了。好，关老板，这句话我等了很久了。如果我们收购了暴风队，那我们雷霆的实力可就大大加强了。没那么容易，我们有合同，决赛以后才能转签。我答应他们了。老白呀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你这个个性得改一改了，变一变。你想干什么？陪你玩玩呀。不怕我告诉老板吗？你老板现在靠我撑着，明天我就让他把你送给我。我们现在联络联络感情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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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厕所。我进来。亮亮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怎么会跟那帮人打起来啊？我就是看不惯那帮人的所作所为。看暴风队这么多年的比赛，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。我哥受伤了，到现在还没找到更好的车手能够顶替他，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。亮亮，你帮帮我们吧。他们说你就是刀锋战士。他们是谁呀？看我这样像的。他是石峰，不是刀锋战士。不是峰哥，你看这事儿。你谁呀？来。哎呦，我看看。不认识，认错人了。我们走。怎么了？有气，是不是那个刀锋战士惹的呢？还能有谁啊？也不知道我哥看上他什么了。哇，228，4.2，真漂亮。要我哪天有一辆就好了。春儿，干活去。大哥，我想当车手，参加暴风队。当车手靠的是车技，不是手艺。大哥，你不知道飙车感觉有多好。什么感觉啊？输的感觉啊？我告诉你，暴风队就是一刺儿。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我的实力。刀锋战士了，他根本就不是赛车手的料，他就是喜欢赛车的一个小混混。小混混，你懂得还不少呢。爸，你就让我试一试，好不好？小谢呢？你真想帮爸，就乖乖的去工作啊。爸，车队是不是要解散了？这事你不懂，少操心。你为什么宁愿车队解散，也不让我替哥参加比赛呢？
你就死一百条心，老老实实去工作，知不知道？我跟你说啊，这样可不成啊！我是生意人，我得赚钱，我不能赔钱。要照这样，我就不投资了。我们也大炮，胜算还有的。肖磊能来吗？他要是能来，兴许还有希望。白总，再给我段时间，我会挽回这个局面。行吧，那我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我再相信你们一次。希望你们创造奇迹。走了，走。肖磊在不在？你是干嘛的？我找肖磊，把肖磊给我叫出来。他不在。哎，我要加入你们暴风车队。你是谁啊？我是谁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我就是大名鼎鼎的刀锋战士。听说过没有啊？啊？哎，笑什么呢？别笑啊！你要是刀锋战士，我还是呢。来，挑战书。明天晚上，咱们金河坡比一比。明天晚上金河坡，不见不散。哎，这小子想跟咱们赛车。喂，追！大炮，你跟这吵什么你？太嚣张了！尊重下自己好不好？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？暴风队已经接受了刀锋战士挑战。谁是刀锋战士？你呀。挑战什么呀？我已代表你向暴风队下了挑战书，明晚金河坡和暴风队比。谁让你帮我下挑战书啊？峰哥，你行的。查过了，从环湖街到十里铺1分43秒，只有你才能做得到，你就是刀锋战士。哥，你就承认了吧，我相信你。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。
爸，这次要是失利，咱们车队肯定会解散的。你为什么宁愿车队解散，也不让我替哥参加比赛呢？你就死一百条心，老老实实去工作，知不知道？来，给爸。小磊啊，喜不喜欢？喜欢。今天如果带上他，将来你就要立志做一个优秀的车手，不能后悔。绝不后悔。爸爸，我要学哥哥做车手。女孩子做什么车手呢？乖。爸的指导技术比萧敬坤的强，他为什么会输给他呢？你不说也没关系，迟早有一天我会找到他，为爸争回这口气的。小荣，这儿等我啊！放我下来！卑鄙无耻！说清楚，刚才的事情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是有意的，是吧？真看不惯你这副德行。怎么了？就是看不惯。有本事你跟我真正的赛一场啊！什么刀锋战士？我看你是狗熊战士吧。你是小仙的朋友，这石城的。你怎么有石城的东西？管着吗？你是石峰。你父母亲的事儿，我知道了。我看过你开车，你的问题啊，和你父亲是一模一样。你可以来找我，我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。来不来啊？看。
看你自己了。走。红哥，你认识那老头啊？开车。小谢呢？小谢，小谢呢？你知不知道刚才门口的帅小伙子是谁呀？流氓，无赖。他是你石城叔叔的儿子石峰。我知道他是石峰，不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吗？哎。他确实有潜质啊！他有潜质，我没有吗？哎，女孩子学赛车，先决条件巨限不能达到完美境界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每次都这么说，你不试试我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历来赛车的女选手，她……哎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高温嘛，什么赛车服又厚又重。哎呀，你烦不烦呀？你就确定那个刀锋战士一定能行吗？喂喂，小谢，你今天吃什么药了你？他身上有石城的影子。他愿意加入我们吗？哼，这小子，我看他够绝的了。学呢？那我去试试。300匹马力还嫌不够，这么改下来马力达到450匹，这样的车还能在马路上跑吗？那要看什么样的人驾驭它。公路怎么了？啊？难道只有绕着赛道跑才适合他吗？口不应心，这样的车最适合公安。你这么改，他绝不是想驾着它玩直线竞速，那样可太对不起他了。等你的腿好了，我要跟你比一场。赛车是一项挑战者的运动。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不被超越。我喜欢赶时髦，用的是 VVT， 450匹。如果真能用它跑一场，对马自达系列来说，也算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想要和我比，你必须加入暴风车队。你是想让我给你打完这场比赛吧？你只有加入专业车队，我才会和你真正比一场。哎，峰哥，干活去，干活去。日本料理、火锅什么的，还是火锅吧。包，站住！别跑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哎，你慢点行吗？你怎么是？让开！
干什么呀？连个抢包的都追不上，你是不是男人啊你？我什么我呀我？就是一个小混混。你只有加入专业车队，我才会和你真正比一场。就是一个小混混，你可以来找我，我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。师傅，你要在合约书上签个字，才能穿这套衣服。全拿了。好，签字。怎么样？就是有点热。你知道跑得真不错，可是场地赛比的是弯道，每个弯0.1秒，一场比赛以50个圈来算的话，就是8秒。对于一个车手来说，这是很大的距离。大炮，明天你陪他弯道训练。你让我训练他？不行不行不行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伺候不起他。服从命令。成儿，还在想成为职业车手的事儿啊？嗯，我一定要成为职业车手。那你好好想想。成儿，首先用右脚踩刹车，完成补油动作后减低一档，右脚跟离开油门，左脚放开离合，一直踩刹车，直到可以踩油门时，把油门踩到底加速。这个动作就叫跟趾，目的是为了保持车的平衡，主要用在弯道。你来一遍，再来。时机不对，我怎么跟你说的？太慢了，入弯的速度太慢了，你快点儿。前面是 S 弯，注意，注意。你这，我怎么说的？前面是发卡弯，注意啊，注意。我告诉你，
要是正式比赛，你只能吃人家的尾气。你要干嘛呀？我想怎么开怎么开，别动，对我指手画脚的，行吗？这是赛场，你知道吗？赛场。师傅，老肖，肖进坤。车队现在这么辛苦，你们两个窝里反。比赛就要开始了，你们俩坐着别着好不好？不是，他根本不听我的。我一开车就在边上唧唧歪歪的，我根本没办法集中注意力。训练就是这样。那你要这样训练，我就不高兴。师傅，师傅，你们把他唧唧歪歪当成一种抗干扰训练，可不可以？好啊，那你就抓一万只苍蝇放我车里边，我宁愿替苍蝇嗡嗡，我也不愿意讲废话。说什么呢你，师傅？哎，爸，爸，您看他又惹您生气了吧？什么德行嘛，简直就是烂泥扶不上墙。好了好了，别瞎搅和了，别瞎搅和了。好了，大宝，他真是个苗子呀。他这……好了好了好了。酒的好，谢谢啊。喝这么多，有没有开车啊？没开。师傅啊，你要赢狼牙，必须要巩固弯道技术。我不想接受你这个安排。你什么意思？看不起大炮？跟我比赛还行。我不是让他教你，我是要求你们两个配合。配合没问题啊，但是我为什么老要听他的呢？你不要小看了大炮啊，他可是专业训练出来的车手，所以非常优秀。而你呢，只是凭感觉开车。师傅啊，赛车和你飙车完全是两回事儿。赛车讲究是团队精神，每个队员都有他的位置。如果你跑个第一，其他队员不知跑在哪儿，同样有降分呢，怎么去拿冠军呢？反正我就不愿意他教我。我教你可以吗？一言为定。哼，来，干这杯。赛季的赛车锦标赛即将开始，这次排位赛关系到总决赛的排位，进入大赛资格的八个队，实力最强的是暴风队和雷霆队。由于车神肖雷受伤，他们派出了一名叫石峰的车手参赛。石峰究竟是何许人也？我们手头上没有他的资料，不过他既然顶替的是大名鼎鼎的车神，就绝非等闲之辈。
石峰，你干嘛呢？大家都在等你，你怎么不换衣服呀？我知道了。你快点啊你！还愣着干嘛呀？已经开始暖胎了。狼牙曾在日本受训，号出弯道之王。雷霆队不惜血本聘请到他，并取代原先的主力车手马蜂。毫无疑问，这将对每个车队产生巨大的压力。暴风队少了车协校伦，看来下个月的决赛中，暴风队的前途未卜，胜算渺茫。好在现在赛车已经全部具备，精彩的对决即将开始。跑在前面的是雷霆队三号车手狼牙，看来真是名副其实，不愧是强手中的强手。紧跟在其后的是暴风队八号车手石峰，看来真是老将遇新兵，后果不可知啊！暴风队够强劲，还是雷霆队更新鲜？我们拭目以待。三号车手狼牙真是太快了，我们的眼睛几乎看不清楚。其他车手不甘示弱，紧紧地咬在他们后面。三号车手提速了，十八号车速也加快了速度。现在比赛刚刚开始，车手们你前我后，显得非常激烈，真是让人心跳加速。天哪，出了什么事？暴风队的十八号车手退出了比赛。我早说过的，这种人顶不住啊，看没看见跑了啊。哎，又一辆赛车追了上去，是暴风队的十六号车手。一犯规将雷霆队的三号队员顶出了赛道，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呐！这种阴招都用得出来，这是专业车手吗？啊，白总啊，赶紧把钱撤出来，否则你会赔得很惨。关总，我谢谢你的好意。再说吧。石峰呢？跑了。什么？他去哪儿了？跑了。今天怎么回事？解释给我听。说啊。没什么解释，就是不想玩了。玩？你现在是专业赛车手，说退赛就退赛，你有职业道德吗？你就只会开着你那辆破车蒙事儿，一旦进入正式的比赛，胆怯了是不是？礼貌点行吗？你既然不敢跟专业的赛车手比赛，你当初干嘛
还要答应加入车队啊？是你爸让我加入车队的，我凭什么听他的呀？你混蛋！告诉你，你根本就不配穿上这身赛服，你永远就是金河坡的一个小混混。关老板能到我们这儿来，难得。哎，你这个比赛准备的怎么样啊？哦，正在加紧训练。哎呀，玩赛车要玩钱呀！啊，你看，就你这破场地，寒酸了点啊。现在搞赛车，我们是很艰苦的。你现在投靠我，还来得及。等赛季结束后，别说雷霆队不收留你，整个赛车界都不会有你容身之处。哼，我萧剑坤有个臭脾气，不到最后时刻不会认输的。哦。萧劲坤呀，萧劲坤，你觉得你还有机会？啊？在这块地方玩赛车是有规矩的，我开心了。你想怎么样怎么样。如果关老板，对不起，我有事儿，请自便。怎么，今天放假了？我辞职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辞职了，反正我没地方去了，只能回车队。您收也得收，不收也得收。我说你白辞职了。为什么呀？大炮恶意犯规，被骑士联会停赛半年，靠你的人能成什么事？你就是一破修车的，我都瞧不起你，真的瞧不起。哎，没出息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喝这么多？走啊你！走哪儿去？去哪儿啊？好好走。你们这不是好好走吗？起来，好好好。
来呢？连水都没有了，瓢虫，瓢虫，去给他打瓶水去。去吧你！哎呀，这么乱怎么住啊？那我收拾，我收拾啊。那是峰哥的爸爸和妈妈。可能你还不知道，峰哥他爸当年也是名赛车手，跟你爸还是一个队。俩人以前曾经赛过一场，可惜石城后来输了，他就离开了车队。后来，他在一次比赛事故中，就扔下了这对母子。他爸一生最大的希望，就是希望他能够找你爸学习开赛车，成为一名真正的赛手。前两年呢，他妈也出车祸了，冯哥他就坐在他妈妈身边，但是看着他妈妈从他身边离开的，就是这个原因，给他心里造成了巨大的阴影。他不敢上赛道，也不敢找你爸。爸。你呀，不要为了赛车事操心。丫头，赶快把慈城要回来，不要因为赛车影响了大好前程。爸，现在全车队的人都已经知道了，投资方已经决定把车队打包转让给雷霆队的老板。哎，没有那么糟糕，还看比赛成绩。如果我们赢了，我们就是冠军，他肯卖吗？大炮已经停赛了，我们连冲锋陷阵的人都没有了，怎么可能赢啊？爸，你就让我入队吧，或许还可能赢呢。这个师傅，难道真让我们看走了眼，不是可造之才？我相信他。哟，美女儿，你干嘛来了？有人请客啊。还有人请客，这好事儿。我们来找你是想让你跟我们一起去找石峰。哎呦，你怎么还找他呀？我跟你说过，他现在的状态根本就不适合正式的比赛。我不让你找他，一是为他好，二啊也是为你们车队好，因为我真的很了解这哥们儿。那好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不想让我们暴风队完蛋？嗯。我知道，你阻止我去找石峰，是为了保护他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他最终是属于赛场的，一旦不能参加比赛，他根本没法摆脱心里的阴影。我相信，如果他振作起来，他一定能成为真正的刀锋战士。拿着老子的钱，开着老子的车，玩着老子的女人，你小子长本事啊！老板，我也是受害者。闭嘴！你他妈也不是什么好货。关老板，你现在雷霆有我狼牙，你还在乎这一个女人？我穿过的鞋扔了就扔了，你也不能动。你如果好这一口，改天找一个比他好10倍的送给你。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给我拿到冠军，
他们还想训练石峰。石峰，咱们不能大意。肖大小姐，干嘛？请你归队。你跟着凑什么热闹？我们都觉得吧，你应该回去。叛徒。师父，是你自己一直不肯改变。肖大小姐。我改不改变，好像跟你们三个人没什么关系吧？啊？我们没有人要笑话你，都只是想帮你回到赛场上，夺回属于你自己的荣誉。嗯，不是属于我的荣誉，是属于你们暴风队的荣誉。干嘛呀，田叔？走。走了走了，别闹，别走！亮亮，你别拉我！走了走了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走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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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石峰，我哥受伤了，大炮被禁赛了，我把工作也辞了，为的就是不让暴风队解散。如果你现在还不能振作起来，那暴风队就真的完了。请问暴风队解散跟我有关系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看到前面被封闭的路口了吗？如果你不答应，想知道后果吗？不是你干嘛？你简直就是无药可救。丫头，帮我倒杯水来。爸，您还没睡呢。
怎么样，没把人拉回来？爸，您还是挑一个队员跟我配合吧，肯定没问题。他为什么会退赛呢？别提他了，提到他我就生气。爸，没他咱们一样能赢。上次在赛道上丢了脸，是不是不好意思见人呢？你别说我峰哥，脸都丢尽了还怕人说？赛道上的感觉很爽，是不是啊？下一场是不是要找我单挑啊？刀锋战士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现在已经不是刀锋战士，还告诉你，我现在已经不是暴风队的车手了。什么？你不是暴风队的车手？你想玩就玩，不想玩就不玩，过家家啊！你用大炮来撞我，这笔账怎么算？赛场上跟我玩阴的，有本事跟我单挑。你要是不敢，咱们这笔账一笔勾销。但是你认输。峰哥，给他比一场。刀锋战士，完美！兄弟们，撤！峰哥，我一定为你争口气。你离不开赛车，明儿我就把我那房啊车啊全卖了，离开这个城市，出去走一走，看一看，这才是真正的我。你知道吗？人的最可怜之处就是自己骗自己。我知道，你爸的梦想就是你的梦想。嗯，别拿我爸说事儿啊！也别劝我，
我是不会回车队的。喂，小仙。师傅，怎么了？你兄弟朴成出事儿了。虫怎么样了？啊？虫的事到底怎么样了？你冷静点，听我说。他脊椎受伤了，可能会终身残废。谁干的？冷阳那帮人。虫子进去之前，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虫的事儿，别跟他家人说。大哥，我想当车手。成。红哥，谁让你帮我下挑战书啊？红哥，你行的。别说红哥，脸都丢尽了，怕人说。大家合作这么久，哼，不舍得。大爸，带回去做个纪念。等等，我要回车队。我要在赛道上赢狼牙。我凭什么相信你、啊，教练？经历这么多事情，我明白了，请给我一次机会。
可惜啊，已经晚了。就算你肯出赛，也没有合适的队友和你配合，我们怎么赢？还有我。我对石峰有信心。所以你们的速度会自然而然地降下来。可是像这样的问题，对手也应该会遇到啊。你知道我为啥这么说吗？因为一个好的车手不仅要速度快，更重要的是好的心态。单靠技术是永远达不到赛车的最高境界。教练，我说对吗？一个赛车手驾驶的不是车，而是他自己。要比赛了，紧张吗？要听真话还是假话？当然真话了。有点。不过像上次那样的事情，不会再发生了。其实，自从了解你之后，我一直都看好你。况且，我也相信我爸跟我哥的眼光，不会错的。真的？嗯。看见了吗，老辈儿？以后这些车全都是你的。让开！
来干什么呢？说实话，我很欣赏你。加入雷霆队，我可以带你到国外去发展。滚蛋！我可告诉你，你兄弟的伤跟我没关系。我要和你比赛。你凭什么呀？有什么资格跟我比赛？因为我是暴风队的车手，我要在赛道上赢你，我要让所有的人知道，你不配做一个车手。好，刀锋战士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给力的天气，给力的比赛，这是个燃烧的季节。朋友们，不要吝惜你们的热情，让我们一起为这场大赛再添一份热度吧。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赛，来自全国赛车，通过上次的排位赛，不管是面临困境的暴风队，还是现占上风的雷霆队，谁都有可能赢得本赛季的冠军。现在各队的车手已经进入赛道，紧张的局处将马上展开。冲出起跑线的是三号车手狼牙，狼牙不愧是弯道之王，由于车身向内受伤，他是本赛季夺冠的热门人选，现在其他选手也不敢落后，紧紧跟随。不好，半路杀出一匹黑马，是暴风队的十八号车手石峰，他的排位赛中无不退出比赛，暴风队这次又派他上场，真是让人难以置信，除非他们有制胜的法宝。赛车属于挑战者的运动，比赛的过程是千变万化，不到最后一刻，谁都不敢说胜利是属于自己的。暴风队的十八号车手重新退出比赛，看来这次的状况和上次不太一样，狼牙似乎遇到了敌手，现在十八号紧紧咬住三号，看来想摆脱他弯道之王得下一番功夫。两圈，最后两圈，不是，保持。加速，成功了！天哪，
暴风队第一个冲出赛道，最后夺冠的是暴风队的女将萧宪。给我滚！你妹妹赢了，你们都有功劳。暴风队赢得了总冠军，总冠军是暴风车队。观众朋友们，让我们为暴风队欢呼吧！对这次比赛结果，是不是非常遗憾？是你改变了我，让我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方向。还记得我问你那个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